我把他们埋在了那片树林里。你说这是想想就窝火。你说烧哪不好，他偏烧柴房，那弄着雷大栓也跑了。你说这咋回事？这都是。除你们两个人。 还有谁知道雷大栓被关在柴房里面？掌柜的和我爹。啊，对，那个我还跟大哥提过一嘴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啊，不是，我寻思没啥，大哥不可能说是放火救雷大栓，是吧？是啊。爹，有人来了。 大哥，把环生，把楚队让给鬼子，爹让我守在九九，被打的。九弟，走！这儿来不及了。看，我出来的时候，把环生派人去调大炮了。你把地势图拿来，换爹的命。地势图？对，就是你帮徐小双保管人地上。 去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不行！大哥，我答应过徐小双，不能把这张图交给外人。你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大哥，你见死不救！大哥，这里面很复杂。啊！行不行？我打死你！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能把图交给马焕生。 你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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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，没事吧？ 没事，那老大，票说的对，这地形图可是咱们九山十八寨的命根儿，不能交给马焕生。我不管别人，我只想救我爹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爹救出来。爷一定助你一臂之力。你报千帆，救命之恩。救命之恩？啊，那个大哥是这样，十二哥帮他杀了萧长虹。 他现在是凤鸣寨的大当家的，十二哥是九山十八寨的总票霸了。现在五十三，老九，怎么回事？大哥，这事说来话长了，等我见了爹以后，我会细细禀告的。哦，我还真没想到，凤鸣寨和天龙寨有这么深的情感啊！ 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赶紧追上他，你劝劝他。好。撒手啊！撒不撒手啊？妈呀！你干嘛不躲呀？ 我又不是第一次挨你耳光的，习惯了。这伤口这几天可别沾水啊，感染了很麻烦的。莹莹，走，回天龙寨。哦，站住！几个意思啊？不是想救人吗？都走啊！ 齐，秋云，你们俩过来。
马焕生要是再打几炮，这些兄弟恐怕就得给我做陪葬。不会的，爹，不会的，彪哥一定会来救咱们的。来不及了，秋爷，一会儿我出去和马焕生见面，你和老七你们两个一定要逃回山，告诉你大娘，让他打坐我的位置。 为娘捡去查空。大哥，没事吧？这山有山规，我这也不好办呀，您可别怪我啊。怎么回事？大娘，大哥他违反山规，硬闯哨卡了。商会，这伤口是少侠打的吗？是我打的。你当时。 知不知道是你大哥？我知道，可老十二说过，谁也不能混账。老十二是你爹啊！你明知道是你大哥，你还下手那么重？我也是按规矩办呀。再说规矩，规矩都是爹定的。三，你给我解开！大哥。啊！ 爹被马焕生给围了，那月明呢？他和飘儿一起出城去了。神呐！飘说要去救爹，他不肯回来。哦，你吓死我了！有飘儿去救你爹，那你担心什么呀？大娘，我看飘这回是想要爹的命啊！什么？ 干嘛呀？就是，我爹在屠大庄被围了，还带我们到这儿。也是想救小花跟虎子呗。爹要一箭双雕。马焕山这孙子，是被他三舅奶奶一手拉扯大的，没他三舅奶奶，哪有他孙子今天？哎，你们这几个意思这是？挡住啊！隐蔽呀。 你笑什么？你打我干什么？你想不想知道怎么救你爹了？那你的意思呢？兔崽子，赶紧的把这野猪给我带回去！哎呦，奶奶，啊，有个人呢！啊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哎呦，起来了！哎呀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太太，啊。
你得跟我走一次了啊！什么？妙妙的！爷，小心点。兔崽子，赶紧的把这野猪给我带回去！哎呦，奶奶，啊，有个人呢！啊，什么人呢？不知道，死的活的？好像还活着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姑娘，水，水，水，奶奶，她要喝水，喝水啊。给他一点水喝吧。好，去。奶奶，嗯，您快过来看看吧，他好像不行了。不行了就抬回庄去吧，救救他吧。是，哎，哥几个上，快快点，快点啊！这边这边，快点。走了，别急别急，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。这下可好了，没把三舅奶奶绑过来，反倒把我们爷绑走了。这是那兔崽子的名牌。哥，这样吧，玉兰啊。你拿上这个名牌，你去绸缎庄找马万胜，就说九山十八寨啊，攻打大国庄，三舅奶奶有难，你把他骗过来啊。好，素然，哎，麻烦你去趟天龙寨呗，跟我大哥搬救兵。明白了。嗯。哎，我们爷呢？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啊，快去吧。哎，等等，把你脸弄脏点。啊。啊，明白。走了。这办法能行吗？死马当活马医，试试呗。老实在，咱俩得混进大国庄去，啊！凤鸣寨这仗是败了，得看咱们天龙寨的了。睁脸，走。好。就这样，萧桂英阴差阳错的被带回了大国庄。庄子内外守卫之森严超过了他的想象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别说绑人了，他自己能不能蒙混过关，保住这条小命，都是个未知数。正是萧桂英想了这一记昏招，让他和票在三舅奶奶手上吃尽了。大娘，老大，大娘，大娘，人马都准备好了。老大，月明和你爹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。你放心吧，等我的消息。啊，你小心点啊。没事，我去了。大哥，这个方法有用吗？当然有用。马焕生最孝顺的就是他三舅奶奶，咱们要是绑了这个老太婆。马焕胜一准会放了爹。我听说去年金银寨的赵振江也起过这个念头，想用老太太当金票跟马焕胜换银元，
结果被人家老太太打得抱头鼠窜，还死了不少弟兄呢。老舅，咱们可不是赵振江啊！准备好了吗，弟兄们？好了，好了。 熟人，赵，这么多人，咱们赶紧走。去哪里？绸缎庄定州城就张大当家的。绸缎庄不是被马焕生给围了吗？我们现在去等于是自投罗网啊！不会，票爷想了办法引开马焕生。哼，引开马焕生，他能引得开吗？啊！当初就是他不肯交出地势图，才害得大当家的身陷重围。 现在又让我们过去，票儿的什么心思？不是，不是，票儿当家的怎么会害自家兄弟呢？你们相信我，咱们赶紧走吧。他有他的办法，我有我的办法，我不会按他的办法去做事情的。弟兄们，跟我走！爸爸。就这样，不甘心听命于票儿的聂双慧，拒绝前往定州城。 这对面和心不和的兄弟，难得的有一次想到了一条道上去，却偏偏因为这个默契，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后果。司令，要不我就走一趟。司令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为司令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哎呀！ 好，现在像你这样的读书人这么忠心可不多见了啊，那就有劳事业了。司令放心，夜龙必不辱使命。好，等等，告诉张才明，要想活命，还得交出九山十八寨的地形图。 兄弟，不要开枪！我是来谈判的。你看看人家，你再看看你，中间。老七，十三太保现在就你在我身边，答应我，一定要把话替我传到。 马焕生派你来的？不是，不是。如果依着马司令的意思，这里已经夷为平地了。你在威胁我？张大当家误会了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其实，打马司令调来大炮，你就已经输定了。既然我已经输定了，你还来跟我谈什么？ 少数荡营，我可以把你们都送出去。送出去？这是马焕生千载难逢干掉我的机会，他能放手？能。条件呢？九山十八寨的地势图。 别开枪！怎么样？张才明说，地势图根本就不在他身上，就是在，也不会交给司令的。我就知道。
给我瞄准，狠狠的打！司令，九山十八寨的人围攻了大锅庄，三舅奶奶有难啊！庄上的人。 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九山十八寨的人围攻了大锅庄，三舅奶奶有难。司令，咱们赶紧撤吧。小五，到，你去。好，走。 见了你大娘，把这个交给她。要知道有今天，爹就应该早早忍替你和平儿把婚事办了。爹，都什么时候？ 还说这个，你心里知道，你心里有的，这是你大哥。大哥怎么了？他心思太细，想的太多了，骨子里又傲气，总爱和片儿争个高下。争？他争什么呀？什么都争。兄弟们觉着片儿活分。 念过书，不用武枪弄炮，就能办成很多大事。天生是个当土匪的材料。是啊，片儿哥哥做什么都能做到最好。老大就不服气呀、啊，偏要立志当个匪王。凡是片儿喜欢的，他都要；喜欢片儿的，他也要。 也包括我吗？他若是走得顺还可以，若是走得不顺，为啥我要让你们逃出去，把我的花带到？就是怕我不在了。 没人知道我的意思，弟兄们就会让月明坐上我这个位置，特别是平儿，这么一来，寨子非乱不可。爹，马化胜，他们撤了。 进去再说吧，啊！走，快看看。你醒了？嗯。想问你是怎么伤的呀？
土匪打的。土匪，吓着了吧？你不怕？以后有机会，有仇报仇，宰了那个王八蛋。嗯，看得出你这丫头胆子还挺大。不过我要告诉你啊，你手里不攥着金光钻，你就不要揽这个瓷器活。这土匪是不好惹的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不能随随便便在外头瞎晃悠。家里的土匪比外面还多呢。你家也被土匪占了？都成土匪窝了。你家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我去了，我一定把这王八蛋的皮给扒了，你信不信？老太太，您怎么那么恨土匪啊？你看看这些白纸灯笼，啊，这上沾的全是土匪的血迹。我告诉你，我逮着一个我就杀一个，逮俩我就杀一双，你信不信呢？啊，没有一个能跑得出我的手心。哼哼。哎呀，看得出你跟我很像啊！啊，咱俩都敢跟土匪较劲儿啊！奶奶，您是巾帼英雄，我呢，我是什么都不会。哎，我也什么都不会。你知道吗？我年轻的时候啊，这方圆几百里都说我什么都不会。可是我懂得怎么治土匪。奶奶。小梅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真喜欢这丫头。奶奶，您看看，这是我给小花和虎子做的棉衣。哦，做了好几件了，给他们试试。要是喜欢呢，再多做几件，这不是入冬了吗？啊，别让孩子们冻着。哎，知道了。啊，这小花和虎子是老太太的孙子和孙女吧？哎呀，我哪有那个福气呀？我那个孙子，哎，马焕胜，啊，都有几房吗？哎，他就是不下蛋，没动静。我这一催他，哎呦，他就给我呢找了没爹没娘的孩子一大堆，这不是哄我吗？没爹没娘的孩子在这个世道多了去了，您管得过来吗？嘿，管一个是一个呀，啊，管俩是俩，管一群就管一群。这世道啊，它总会过去的啊，甭管咱们是为家为国，这些孩子们总会长大吧？长大了，他们就会重振旗鼓，你信吗？得嘞，我虽然说什么都不会，可是我也知道法呀。啊，我该歇着了，你就去吧。哎，奶奶，累了。娘奶奶。哎呀。送信儿去了。送什么信儿？哎呀，别管了，先把老太太绑了再说。走。哎，等等，不能不能不能！这老太太是个厉害的角色，你就算绑了她，她也未必就范。不是逼老太太就范，我们是逼着马焕胜退兵啊。啊，我不希望你们这么对她。哎呦，我，哎喂，我，主意你出的，你怎么变卦了呢？没变卦，我说的是。不绑他，咱跟他谈谈。谈谈。啊，
那要谈不好怎么办？你能够把不谈好吗？你没谈，怎么知道就谈不拢呢？不是，这到底绑不绑？绑不绑？哎呀，爷呀，我跟你说，不，你对这个老太太赏识是吧？你这个尊敬，这都没事儿。但是我爹现在身临险境啊，那出事怎么办呢？啊，不在这一时半会，我做人。爷，我答应你，我保证不把三舅奶奶给伤了，还不行吗？哥，哥，别绑了，走吧。啊，这上商量了，你怎么就给绑了呢？商量啥呀？等你商量完了，爹早嗝屁了都。干嘛？赶紧放了，他憋死，那么大岁数，快点，快点去。三舅奶奶。桂英啊，这肉还没烂呢，你们这些人想去哪儿啊？啊？定州方圆几百里，能敢于独自一个人闯入我大锅庄的，恐怕就是你这个自称爷的女大王了吧？您怎么知道的？你瞧瞧，他这一双手，一看就知道他是练武拿枪的，能蒙得了谁呀？爷就是萧桂英。事到如今了，要杀要剐的，随您的便。哦，哈哈，三舅奶奶，怎么着？想求饶？真正想绑您的是我，他呢是出于义气想帮我，对您对咱大锅庄没有恶意，您就把他给放了吧。啊，你是他什么人呢？我啊，前几天是对头，这几天算是朋友吧。谁跟你是朋友？你别胡说八道了。什么叫朋友？是吗？哎，哈哈，天龙寨十二太保票，哈哈，正是，没说错。那你呢？就是那跟屁虫十三太保张月明。哎，你咋啥都知道呢？我怎么就不知道啊？啊！我大锅庄跟九山十八寨那是仇人，仇深似海。你们寨子上的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啊？哎，不，三舅奶奶，我在天龙寨也待了20多年了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大锅庄跟九山十八寨有仇呢？你当然不知道，20年前你还在那儿撒尿豁泥儿呢。这些就是当年被这九山十八寨的总瓢把子雷震天杀死的冤魂的牌位。当年大锅庄不叫大锅庄，叫翠柳庄。翠柳庄，因为啊，满庄子都是大柳树啊。啊！哎呀，柳叶泛绿，全庄都是青青翠翠的。
开春了，是好的季节，大伙儿高兴啊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大伙儿选一个吉日，到场面上祭天拜地，求得呢今年是个好年景。就这个时候，20年前的今天的这个时候，血染了这个庄子，血染呐！三舅奶奶，雷震天为什么要血洗翠柳庄？他干嘛？他是土匪呀！啊！他要烧啊，杀呀，抢啊！他是土匪。他为什么呀？他就是为了钱，为了女人，为了粮食。这雷震天，他觉着远离定州城没有守备，他还要维系好自己所谓的劫富济贫，这为了自己的名声嘛，好名声，他这好名声值几个钱呐？烧啊，杀呀，抢啊，把全庄的人都斩尽杀绝了，那叫139条性命啊，139条。这个仇我要报。啊！我肯定要报。他即使是不下山，他就是有势力，我也不怕。我就是要报这个仇。没成想苍天他有眼，把你们这三位哎，就送到这个大国丈的门前了，送到我的面前了。甭客气，对不起了您呐！哎，把你们三位的头揪下来，我要祭奠。这些冤屈的亡灵，我告诉你们，他雷震天也活不长。雷震天已经死了，您不知道吗？死了？谁说他死了？马怀胜杀的呀！您亲孙子，你别以为你们这样说我就放了你们。他是死了，现在九山十八寨总瓢把子是票。你说的如果是真的话，我孙子他怎么会不告诉我呢？这，那你问你孙子去，你问我们干嘛呀？老实在，我就偏要问你们。嘿，你这老太太挺轴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就轴到底了。你个小王八蛋啊！都临到死了，还这么不老实！老太太，你骂我们是王八蛋，你知道你孙子是什么东西吗？他连王八蛋都不如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九山十八寨给了他不少油水。啊！今天我才知道，他身上背了这么大的仇，还照收不误。这事儿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吧？还有，他杀了雷震天，他为什么杀雷震天？那是因为雷震天调戏了他的三姨太，他敢跟你说吗？什么大锅庄、小锅庄，我看他根本没放眼里。你说你有这闲工夫，还盯着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？你有这功夫，赶紧管管你孙子去吧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我要按着我大锅庄的规矩，土匪进庄者杀，死。
从未有江湖不残酷，从未有爱恨无来路，从未有情义无人诉。雪融了云蕊，日头出，叶落了阴蕊，天渐亮，花开了阴蕊，春难早，事成了阴蕊，走成江湖，江湖像个主，天是地的头，地是天的脚，天地之间是江湖，江湖像个主，正道是归宿。眷恋着花蕊和流年，自负追逐着大海，将红颜气吸引着人间，英雄引飞凡吟唱着传说，天是江湖。